大家晚上好。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聊一聊我们今天的主题。今天其实跟上次不一样，因为上次我们其实是闲聊，就大家可以问一些更多的问题，跟学习啊，或者是跟创作呀、啊，或者跟工作呀、啊、有关的呀、啊，都 OK。今天的话我就觉得我们聊的可以控制在一个范围内。今天我们就不再去聊过多跟比如说跟学习啊或者是考试啊这些有关的。我们今天更多的其实想跟大家聊的就是关于具体的创作呀，包括片场啊的一些分享，或者一些影片制作的一些经验的分享。下面我就给大家去看一看，就在上一次拍摄呢，就是我拍了一些素材，就是我们今天呢一边看素材呢，我一边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我就介绍一下啊，就这个是一个短剧的项目，项目可能很多场戏很多内容，但是呢我就以其中的一场戏，这场戏其实就是发生在一个场地拍摄一天的一个工作啊，来给大家做一个呈现。那这个场地呢就是在王爷府，因为它是有一个王爷啊小公主之间的这样一些故事，细节我就不给大家说，我重点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片子呈现出来我们到底做了哪些工作。那首先的话，你要去找一个王府中他们发生的故事，你得找一个王府，对吧？所以影视制作中的一个第一步就是你要做一个叫 location scout 的工作，我们把它叫做看景，不是看景。有人说我们去看景，这个字我觉得也不是很，不是不知道是怎么传承了。看看就是好像挺随意，就是眼睛看一下。看景它的核心是什么？是勘测，是去看一下这个地方怎么去调度。所以看景一般而言，摄影啊、导演啊、有时候灯光啊、都会去，有时候录音也会去判断一下这个现场的收音条件怎么样。所以看景呢是一个还蛮重要的工作，你就会去看这个地方，它的拍摄条件允不允许，它和剧本中的哪一场戏在哪里拍，哪一场戏在哪里拍，这基本上就要分配。我们也来给大家去看一下这个地方的 location scout。首先呢，这个地方你要去找，我们找了好多景，因为王府这种东西你肯定不可能去真正的王府了，比如说恭王府这种，你根本不具备拍摄条件。所以的话我们就找摄影棚，正好在怀柔呢，其实是有一个拍摄当年铁齿铜牙纪晓岚的一个场地，然后我们找到之后呢，就是看一下这个地方 OK。 好，其实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场景还是不错的。就当时呢我们就去看了这个场景，这个场景的这个大门，就是其实你在看景的时候要看什么，不是光这样看着玩，你只要看一下你有几场戏，比如说我们要拍一个皮影戏，要拍一个亭间啊亭子里面的喝茶的茶话会，然后要拍一个这个闺房啊，在这个公主的闺房里面这个换衣服啊，大概这样的一个场景。所以你记住，你的剧本中有这几个重要的场景，那你在看景的时候你就目标非常的明确，去找有没有这么几个场景，对吧？比如说闺房，你就把所有房间看一下，看哪一个是最具有拍摄条件。哦，其实我们刚才需要一个走廊，你看刚才我们就是看这个走廊，那你也要去找这个走廊是不是具备一个拍摄条件，对吧？比如说还有拍皮影戏，那你就在里面挑呀，哪个地方适合。你还要拍一个茶话会，我们想茶话会嘛肯定是个户外的一个廊亭会比较好，所以的话你去找这样的一些地方，哪些比较合适。比如这个空间我们觉得哎还蛮大的，可以在中间呢去做皮影戏。比如说现在这个空间我们就觉得这是一个户外的亭子，也有这个空间纵深关系，这个就还蛮适合拍茶话会，对吧？但是这个场地啊，它其实有一个问题，就会是比较的旧而且比较的空，所以我们就会很多的工作量。包括你看啊，一般而言在看景的时候美术是一定要去的，美术和摄影其实是最重要的，因为美术就是在规划这个空的房间，它怎么去置景，怎么去做设置，怎么去把这些东西把它给填满。摄影其实这个时候他还想什么呢？摄影要想灯光，它到底要带多少灯量啊？比如说这个地方我们要拍户内，对吧？皮影戏肯定是在晚上，那你就要商量好，你晚上要拍夜戏，你这个灯量要多大，对吧？你可能外面要勾月光，室内的话，
你是打得很亮的那种风格，还是那种比较戏剧化的，对吧？把光区集中在一个地方，那这都是跟你的带的灯亮都是不一样的。那美术也会跟他去商量，就是摄影会告诉你我要拍多全，我要拍多大的景别，那这个时候美术就知道，哦，这一块是重点的，我就不用把全屋都把它布满，因为全屋全部布满，那你可能这个成本啊代价啊就会很多。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更多的是考虑摄影到底拍多少，美术就会去这个把置景的这个工作量啊也更细化，这就需要看景的时候全部把它聊清楚聊透。包括你看这个屋顶啊，这个就工作量很大，但是摄影会说，那我把这个重心给了一个部分，那你呢其他的部分你就不会去管很多。你看其实摄影棚很多时候摄影棚的条件我觉得还蛮差的，可能横店会好一点，你经常拍。所以的话呢，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一个步骤啊，就是把我们的场景给看完。所以刚才我在一边给大家看素材，一边这个聊的过程中呢，我相信大家也基本上就了解，就是看景要看什么东西，对吧？其实主要是摄影要去想，大家一切与一切啊，都是要基于对剧本熟悉，你知道有哪几场戏，你知道要拍什么内容，这个时候摄影啊他就会去想怎么去调度啊，美术就会去想，那你这样调度你就能带这么多，你的景别在这里，那么我就把布置的这个量放在什么地方。这样商量好了之后，这个时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美术是要去出一个这个设计方案。这就是大家其实群里好像以前有一个小伙伴还分享过一个美术的各种分享的那个气氛图啊，那个陈设图啊等等这样的。其实一般而言美术都会去把这个图给做出来，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做出来之后就是一个给导演看，导演会觉得这个 OK 可不可以，给摄影看，觉得这个拍摄和这个美术结合怎么样，最重要你还给去陈设，因为陈设很多很多人，你想想把那个屋子塞满，大家可以想象这个工作量有多大。首先你要去道具库把所有道具全部用这种箱车大箱车牌全部运过来，跟搬几趟家没有什么区别，我觉得我家搬家都没有这么大的这个工作量，就是你要把那些家具，因为你那么大一个王府里面，你肯定虽然说我们只有几间屋，但你要把桌子椅子床全部搞上吧，你要把灯笼挂上吧，你要把那些帷幔对吧，要去布行扯布把它给挂上吧，那这样的话那工作量就会蛮大的，我觉得还是蛮大。所以的话这个时候你不能够美术指挥，那你根本指挥不过来，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有图纸，有了图纸之后手下的那些陈设道具等等他们都会按照你的这个规划来去做。那我也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陈设的图，那么这就是你看，这就是一个俯瞰图，这是一个床，这中间是桌子，然后下面的话会搞一些这种它的一些架子呀等等，他就会先呢把这个平面图弄出来。那平面图有了之后呢，也会去做模型，因为这些的话可能都会有一些三维建模的工作，去找一些模型啊，去找它的不同的维度去看一下，比如说哦，这个地方放床啊，床大概是这种风格，对吧？然后呢，宫灯这样摆，陈设这样摆，对吧？在这个中间会放一个圆桌，然后呢，再一个榻，就是你会把三维建模做出来之后呢，然后去从不同的角度可以看一看，然后尤其摄影师他会放着他的机位来看啊 ，O 不 OK， 然后前后景的关系，然后啊，其实置景啊，这个地方我也简单的说一下，它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要考虑预算，你预算多，你可能陈设的好一点，你可能把这个窗户全部换掉，对吧？你可能把这个东西摆得很满，你可能把这个做得更精致，那预算少的话，那可能就会没有那么精致，所以的话，这个还是非常非常。制片部门要和美术部门它这个要协调的非常好，你才能做出一个比较恰如其分的方案。好，那么这个完了之后，那你就去挑了。既然美术已经出图了，那你这些床啊什么，那你就去道具库去挑嘛。道具库一般而言都会分得很好，按照不同的年代，比如说明清啊，或者是唐朝啊，比如说是民国时期啊，比如说现代啊，比如说八九十年代啊等等。就会有不同的这种时期的这种东西啊，那你有这种不同时期的东西的话，那么你就可以去在这个道具库里面去挑，比如说好大家看啊，这是一个道具库啊，我是在这个道具库的二楼，你看
你们看一下这个道具，哇，乌泱汪的。我们刚刚不说要明清的床吗？要桌子吗？你看这整个库里面全部都是各种各样的，什么床啊、桌子呀、屏风啊，还有各种陶瓷罐啊。你看这都是一个个的床啊，古代的床很多。但这个床买来之后，你还买那个什么床上用品啊等等啊，这样进行搭配，包括这些瓷器啊，这些瓷器啊，或者一个化妆的盒子呀，比如说这些小的这种屏风啊，这种装饰的物件呢，一般而言呢，道具库就会这样一组一组的，对吧？所以这只是一个库啊，就是一般而言，道具库其实特别特别大，有特别特别多的东西。一般而言，你就在里面去挑，挑完了之后，到时候出库，然后都会用很多这种箱车，一箱车一箱车的把你拖走。OK， 好的好的，然后这个我就给大家看到这个地方。然后呢，这些道具库的东西选好之后，那下面一步就要开始去做陈设了。陈设的话，你看刚才我们大家还记得刚才这个屋子里面吗？空空的，而且非常的脏乱差。然后呢，陈设的时候就一步一步的把它给陈设出来。比如说这个布啊，这都是去布行扯的布。你看这个宫灯，就刚才那个道具库的宫灯。你看这个地方的这个陶瓷罐子、桌子、椅子，都是按照这个设计图啊，通过刚才那个设计图把它给弄出来，包括这些布，你看这些帷幕，如果没有了这些东西，整个画面就很假。包括这个床，你看也是从刚才的地方运了一个床，然后里面把它铺好，里面放床上用品，这些乱七八糟的什么瓷啊、瓷器啊、罐子啊、瓶子啊，这是在那个年代经常用的东西，你一定是要把它给放足够多啊。而且其实你别看这些布啊乱七八糟搞起来其实挺费时间，就是这个王府就这么没几个场景，其实还花了几天时间去运货、去规制、去调整。你看这还是现场工作人员还在弄，这就是一个皮影戏。刚才大家记得皮影戏是个空空荡荡的吧，现在全部就挂上了这个红色的这个绸缎，它整个气氛就有这个地方中间放一个皮影的这个布，然后这样呢放一些这些宾客可以坐在这个地方来观赏皮影，然后呢后面的门到时候可以在后面加一些月光，然后在上面挂上宫灯。你看这些屏幕，包括这挂画这些卷轴，你看这其实都是刚才这个，包括这个葫芦的这个架子，都是刚才道具库里面的东西啊。这些东西呢，把它给按照美术师的一个图把它给呈现出来，这样它的整体的气氛就有了。当然你现在看还是觉得没有那么精致，没那么好，其实拍摄包括绿植啊，这都是要摆进来，包括这些布啊什么的，其实你看上去其实还好，但是在拍摄的时候，因为你还有灯光的造型，你还有演员，然后你还有很多元素综合在一起，你会发现这个感觉就好了。这个亭子大家还记得吧？制好之后，那后面一步就是拍摄了。这个拍摄的话，其实你看，就是你看外面就是用这个LED 灯去打。其实我们整个现在的灯光量已经不是很大了。这个我也给大家把片场的一些东西稍微看一下啊，这是就是化妆会用一些头套啊来去做一些这些东西啊。那你看这个拍摄，大家可以看一下外面的光进来是一个硬光，对吧？但是里面一般而言现在拍这种戏啊比较流行，就是顶上挂 LED， 然后呢在面部啊反一点，用米波罗反一点，然后呢会这边给一点主光啊，这边会放一个监视器，可以去看拍摄的效果和拍的怎么样。就现在的室内啊大部分还是在顶上把灯给置起来，因为在顶上啊把这个灯置起来之后呢，会比较好操控，也比较像真实的这个生活中的这个场景的感觉。但是顶上的光一定要再揉一揉，你看再加了一层片子，这样的话光效才会更柔和啊。这边的话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啊，这边一个主光打过来，这边的话用这个柔光柔，用蜂窝去聚，上面的顶光在这儿补啊，基本上这个。然后呢户外的 LED或底灯，对吧？打一个底子进来，模拟日光，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拍摄。待会儿大家会看拍摄出来的效果，就会比其实你现在看都乱糟糟，因为片场啊都一样。大家会发现，在实际的操作中，你再去学习、再去认识你以前在书上学的一些布光的知识，你会发现理解起来就会更为容易。这个就是外景了。外景的话，其实
纯外景的话，一般而言灯光亮就不会特别复杂，因为一般而言补一补差不多就可以啊。这是还是陈设的一些东西啊，大家还是可以看一下，就陈设一些茶具啊等等。你看，当这个东西非常多的时候啊，就是那个红色的布啊全部挂满的时候，就非常有仪式感。所以这个就是有时候需要美术稍微弄一下，稍微设计一下，不然这个屋子会很空，会很缺乏气氛。那待会儿大家去看这个拍摄啊，你去看拍摄，你就会发现就会更有意思。好，这是夜晚的这个王府。夜晚呢，你看外面也是用一个这样的 LED 灯，或者是这个12头 LED 灯都可以。然后呢，模拟一个月光打进来，因为它色温的原因，所以它就会有那种蓝蓝的那种蓝色的这种调子啊，从外面打进来。这其实这个布光思路跟前面是一样的，都是从顶光下灯，就顶上用很大的也是 LED 灯，然后用那种大的蝴蝶布啊，把它给柔化啊，成为一个整体的一个东西。然后你看这边有一个表演区，顶上一样也是挂那个 LED 灯。你看这边的话，把中间的这个气氛给把它提出来，然后会用大量的这种点光源。大家看这个屏幕背后，其实有很多这个闪耀的、摇曳的一些光效啊。这个可能我这个机器没有拍出来，大家可以待会儿在成片中可以看到这个效果。你看这个蓝色就是刚才外面的 LED 灯，打出来的。这边的话，你看，整体还是顶部啊，一个 LED 灯用一个柔光把它给揉一下，对吧？从一个顶光过来，然后这边还会有一个面光啊，补一个面光。最后我们就简单的给大家看一下最后的呈现吧。这个就是户外，因为其实这个都会有一些升格啊，都带了一些升格，所以的话就可以我们快速的跳过啊，不用每个都看。OK， 这就是刚才置完景之后，你从摄影机里面看出来的这种画面就会更加自。当然，这个现在大家看的是没有调色的，就是这个入的这个文件，所以都是灰的，没有调色的。OK。你看，这也是刚才那个屋子里面的一些场景。好，这就是刚才第二个场景啊，就亭子里面的那个感觉。你看，置完景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就没有一开始看景的时候那种荒凉的感觉了。加上屏风啊，这些景啊，你会发现就看上去，而且你看这个柱子虽然没刷，但是它是焦点之外，所以你不太看得出来。你看，这是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皮影戏的那一场戏的地方，这样看出来它的感觉就会就会比较好一些。你看，包括这些点光源啊，包括这些帷幔啊，加上这些蜡烛啊，你会发现这是做皮影的这个东西啊，这个气氛其实整体就好。你看窗户外就是刚才我们外面的 LED 灯，你看这些美术的这些东西在里面还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这个角色。你看皮影，你看刚才我的那个机器没拍出来，你看现在这个红色的布，你看后面是这种摇曳的烛光，对吧？然后呢，这个是刚才的这个坐在这儿上面很多很多的道具啊，你看这都是道具库里的东西。所以你现在看这个东西，再结合刚才我们看那些乱糟糟的东西，你就会发现其实一个画面的呈现都是要很多很多这个前期的工作。你看这就是后面的这个再有皮影，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呢？这个出来的这个感觉就会还蛮好的。所以这都是由美术啊、摄影啊各部门的人啊就一起通力合作之后的一个结果。 OK，好了，这个问题我就给大家分享完了。没想到这个东西还聊了这么久，聊的时间还挺长的。好的，那么这个，所以我今天就相当于从，你看这正好是我们一个操作的流程啊，就是从看景，就是你看这个场景，你看一开始是很破烂，你在想最后呈现的这个感觉，中间我们到底做了什么工作，对吧？从做设计图啊，从找东西啊，等等等等。那这一切的话，就是给大家可以去分享一下。 OK，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还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我们今天就结束咯，拜拜。